下面开始展示双屏扩展。那这块屏是我们的主屏，这块屏是我们的副屏。那我们现在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，那我们可以手动拖拽这个屏幕，可以拖到副屏上面去。在这边来扩展，这边扩展的话，我们随便可以打开一个文件夹或者一个视频都行。那这边我们打开一个 PDF， 上面可以讲解。那我们还可以也可以同时也可以打开一个视频，那这边看 PPT， 这边看视频。那我们也可以进行在视频上进行一个批注，上面可以随便批注，任意批注，也可以保存下来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同样可以进行批注的，也可以保存，这边可以翻页。那下面我们也可以不用手来操作，可以用鼠标来操作也行。鼠标的话可以直接甩过去，直接就可以一键操作完成了。这个 PDF 也可以直接甩过来，很方便。下面我们可以一边开视频，一边讲解自己的 PPT。